10月7日公告称，截至10月7日24时，我和我的祖国、中国机长、攀登者这三部在9月30日上映的影片，在国庆档内分别收获了 22.05 亿元、19.17 亿元和 7.78 亿元的票房成绩，约占国庆档票房总额的 97%。 从排片率来看，三部电影均较为强势，我和我的祖国、中国机长的排片率双双超过 35%， 攀登者的排片率也超过 17%。